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又到了金马国际影展来势汹汹的季节，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金马执委会的影展部总监陈小佩，我们分享。小佩好，欢迎。凯英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想要通盘了解电影，所以就不能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了。电影一定要看它的经典，对不对？每一年金马国际影展都选了很好的焦点影人，都是大家的指标。今年是 Orson Welles 的百岁名单，所以这一次35厘米的大国民也会登上大荧幕。小佩，这已经不是要不要看的问题了，这已经是要看几次的问题了。为什么 Orson Welles 他的地位这么崇高呢？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他的影像风格？好，对，就是我想，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就是在念电影的时候，一定都有，就是看过，老师一定都会指定要看《大国民》这部影片啊。那这部影片也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对，那就是那要先来讲一下，就是奥森·威尔斯这个人啊，他真的是电影史上的天才啊，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全方位的电影人，就是他。就是自己导、自己编剧，然后自己演，还自己制片哦。那其实从他20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精通就是戏剧跟广播。对。那我们其实知道他最有名的一个事情是，就是他在做广播剧的时候啊，他就是假装就是用新闻播报的方式，就是假装就是火星人要来那个攻占地球啊，还模仿就是美国总统就是要大家逃命啊，结果就是引起整个。就是世界恐慌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让他就是一炮而红哦。然后这之后就是美国好莱坞的公司就是来找他，就是拍摄《大国民》，所以其实《大国民》是他就是第一部的，就是处女作就已经非常的厉害哦。对。那《大国民》之所以为什么这么的，就是被大家奉为经典呢、啊？是因为奥森·威尔斯就是将他的那个天才全部运用在这个电影里面。不管是在那个剧本的结构，然后在摄影上面，在剪辑上面，然后在演出方面呢、啊，都展现出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美学风格啊。那譬如说，像是他在这个剧本的剪辑方面、啊，他应该算是就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就是用倒叙，就是到那个1940年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史上第一部用倒叙的手法来讲故事的啊。一开始其实那个主角就是他，其实在讲的是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影射一个报业句子的一个一生呢、啊。就一开场的时候，这个报业句子就是就死了，就是还没有看清楚是谁，他就已经死了。然后就是留下一句就是谜样的话哦、喔，就是玫瑰花蕾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个就是。记者他就开始要去追查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剧情就是从这个记者到处去访问跟这个报业句子有关系的人物，然后呢一边也交叉剪辑，就是剪辑这个报业句子小时候他的到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种交叉剪辑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的前所未有的，对，非常的创新啊。然后在摄影方面呢，他就是都采用就是深焦摄影的方式，就是在一个画面里面，你的前景、中景、后景都是非常的清楚的。然后他就是在这个画面之中，就是运用了非常精妙的场面调度哦。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风格化的镜头，譬如说他就是。有就是俯角啊、仰角啊，就是以前其实从来大家没有看过的各种视角哦。像他还曾经为了要就是让那个镜头非常的就是仰角，然后还就是把那个场景就是挖了一个大洞，然后让摄影师就是整个人趴到底下去，对，就是为了要取得那个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样子。对，所以等于说是，而且他就是还自己演出啊，等于说在这个美学风格上面是前所未有的啊。对，所以难怪被称为影史十大是非看不可的作品。对对对。但是今年做他的专题啊，还有哪些其他精彩的作品呢？好，那这次我们还有就是选映了他的《上海小姐》。对，那其实他在拍完《大国民》之后啊，其实这个片子因为他的影射当时的报业句子啊，就是那个报业句子，他就是心生怨恨啊，其实就是有去做一些阻拦啊，结果让这部片子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么的受到推崇的。然后后来就是奥森·威尔斯他拍了另外的片子，那个《安培逊大族》，等于是被高层的一些任意跟动他的内容，所以他就是其实
然后在票房上面也没有非常好的胜利，所以他心里其实有一点就是过不去啊、哦嗯、所以他后来就拍摄了上海小姐来证明，想要证明说他是一个就是也能够有就是商业上票房的潜力的人啊、哦、对，然后这部片上海小姐她是用她当时的妻子那个利泰海华兹就是来饰演那个女主角，那她这个形象在里面也变成了其实是蛇蝎美人的一个经典形象啊、哦、对，讲述她是在讲一个水手就是爱上了这个有夫之妇哦、嗯、然后就是跟随着她一起去旅行，结果就是堕入这种万劫不复之中哦、嗯、对，然后她最有名的就是她最后一场就是在那个儿童乐园里面的那个哈哈镜的那个屋子里面，一个反射镜像的一场戏哦，也是被许多那个教科书奉为经典哦，因为同时就是也是反映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样子啊、哦、嗯，就是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就是对这种手法、嗯、对，最有名就是他演戏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哦、他经常就是演出自己的戏、嗯、那像我们这次还有选的一部是那个黑狱亡魂啊、哦、那在这部片里面他其实不是主角啊、哦嗯、但是他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啊、哦、就是所以在影片后半他出来的时候就是气势非凡啊、哦、就是所有的眼光都是集中到他的身上啊、哦、对、嗯、所以看他的演出也是非常过瘾的過、嗯、对，而且他这个人是就他虽然是天才，可是他又有非常多的阴暗面啊、喔、所以就可以从他的表情啊，从他的那种肢体就可以感受到他那种阴暗的风格这样子、嗯、那像当年就是范国传在坎城首映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看了之后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喔、因为他的范古是有两只耳朵的、喔嗯、就是耳朵都还在，对，耳朵都还在哦、喔、他就觉得哎、欸、就是怎么骗人、嗯、对啊，可是他就是其实是非常写实的拍出就是范古他其实就是生前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在南法的小镇上的就是范古的生活啊。讲完了好莱坞的经典、嗯、我再来讲国家电影，先讲法国国家电影好了、嗯、这次焦点影人选了法国名导皮亚拉嘛，他是43岁才拍了第一部剧情长片、嗯、可以帮我们介绍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导演吗？好，就是这个法国导演啊，莫里斯皮亚拉，那可能大家对他比较不是那么的熟悉、嗯、对对对，然后但是其实他在影坛的地位其实是还蛮高的，其实像是大家常常都说他是尚雷诺的接班人，对，然后也会把他跟那个美国独立导演卡萨维蒂做比较，对，然后或是像高达楚福这些人其实是跟他的就是在法国影坛的地位其实是差不多的哦、嗯、今年其实也是他的90岁的名单，对、嗯、所以我们就想说来一次介绍他的作品哦。那他一直到43岁才拍了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赤裸童年》嗯、那在那之前他其实是就是热爱绘画的，对，然后他拍这个就是他在那他其实一生之中他也只拍过10部的剧情长片哦、喔嗯啊、除了他很晚才开始拍戏之外，那他在法国影坛也算是一个艺术哦，就是常常有人都说他就是法国影坛的就是一个坏孩子、嗯、或是一个很愤怒的孩子哦、喔嗯、那我们观察皮亚拉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写实风格的导演哦、喔，他的取材经常都是来自于譬如说家庭啊，然后生活啊，亲人或是男女感情这样子，然后是非常写实的。那但是他非常坚持自己的风格，即便说有就是影评不好啊或是票房不好啊，他其实都就是都不管，他就是非常对对对，而且他的个性非常的固执又倔强哦，所以就是经常就是在拍片现场他就是其实会有点忍受不了他的坏脾气，然后他可能会像他是非常就是写实的导演，那他可能就是会为了坚持说他一定要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他一定要在譬如说他改编就是有一部片是那个我们不会白头到老，其实是改编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像他就很坚持说那我一定要在我当时发生的那件事情的那个场景去拍摄，就是非常坚持这种
注重写实的细节，然后就是所以也常常有人会跟他有一些争执，对对对。然后像他最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是有一年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恶魔天空下》，然后那部电影呢，他其实是在讲那种宗教里面的人心的黑暗，然后宗教的黑暗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评价非常的两极啊，结果后来他就是在那一年就是得到了金棕榈奖，他上台结果台下的人就觉得哎，就是很不服啊，然后就是一直嘘他，对，然后他就直接就是对台下呛说，你们不喜欢我那也没有关系，就是反正我也没有我也不喜欢你们，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就是成为后来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经典的事件啊，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皮亚拉他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反骨的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人啊，对，所以事实上他的十部片都很值得看，对不对？对，皮亚拉的作品可看的其实每部都好好看那而且我觉得可以从，因为他其实皮亚拉跟演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他导戏的时候就是经常也是就会不停的跟演员就是去磨合这样子，其实有一点点像是侯导，就是有时候会偷录，就是可能他们试戏然后他就会偷录这样子，就是让他完全展现出那种真实。像他有跟伊莎贝雨培合作过一部片叫做露露，对对，然后那个时候雨培就也是有称赞说，就是拍皮亚拉的戏就很像是在生活一样，真的就是演戏就是生活，对。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像是露露他是有那个皮亚拉最常合作的男演员就是大鼻子接他的巴迪尔，然后还有伊莎贝雨培，然后他们在里面饰演一对就是惊天动地的情侣这样子啊，然后就是非常激烈，就是却又很浪漫又很残酷的现实啊，因为其实雨培他已经有老公啊，可是就是奋不顾身的爱上那个大鼻子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一部开始看，然后像是他的那个第一部片《赤裸童年》，对，那其实这部片他也有邀到那个楚服来做那个监制哦，对，那也是在拍那种小男孩就是不为世界所了解，然后在那种寄养家庭来去哦，对，也是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就是会让你想到四百集，可是皮亚拉又是更等于是更残酷一些哦，就是他会把那种就是现实世界大人是怎么样对待小孩子的这种部分放进来啊，对，所以你觉得他画家身份也有影响到他怎么样拍画家吗？因为至今有很多人拍过梵谷嘛，对，所以但是大家公认皮亚拉的梵谷传是最好看的，你怎么看呢？对啊，因为皮亚拉他就是热爱绘画嘛，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他拍这个梵谷传呢，就是但他也是很叛逆，跟人家不一样哦。那像当年梵谷传在坎城首映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看了之后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因为他的梵谷是有两只耳朵的，就是耳朵都还在，对，耳朵都还在哦，他就觉得怎么骗人，对啊，就是皮亚拉他其实不着重在这种外在的方面，可是他就是其实是非常写实的拍出就是梵谷他其实就是生前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在南法的小镇上的就是梵谷的生活啊，就是他画画啊，然后跟人家聊天啊，然后就是吃饭喝酒的这些生活琐事，但是其实从这些生活的情境之中可以很清楚的反映出就是梵谷对于创作还有对于就是他这个人的个性这样子。传记电影都会把主角就是神话，就是哇割耳朵，然后就是自杀或是什么很激烈的神话，可是皮亚拉他就是用一种就是还把等于说是还原他的血肉啊，让大家看见到真实的就是梵谷其实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为什么他会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这样子、对，所以小佩刚刚十部里面已经帮我们介绍了三四部了嘛，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介绍其他作品？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那个关于我们的爱情啊、那这部影片是那个皮亚拉跟他的那个缪斯女神，那个一个法国的女演员叫做桑德琳波奈尔，就是
合作的第一部片啊。那这个女演员她当时才16岁啊，就是非常的清纯又美丽啊。那当时皮亚拉就是会演独剧，就是请她来演这个关于我们的爱情的女主角啊。那她就是本身就是真的是非常漂亮、性感又纯真啊，就是气质非常独特。然后在里面其实讲的是那种，就是她对于就是家庭的一种反叛，然后还有就是青少女就是对于生活的迷惘啊，对对对，就是还有对于感情的一种迷惘啊，对。那我觉得看皮亚拉的作品也不能够错过这个女演员桑德琳波奈尔啊，在里面的演出。那她后来也有演出那个《恶魔天空下》啊，她在里面也是演出一个就是算是有点充满魔性的一个少女啊，然后其他的巴迪就被诱惑这样子啊，对，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桑德琳波奈尔演出的这两部作品啊，对，《恶魔天空下》是当年的坎城金棕榈得主，对不对？所以可以帮我们多介绍一点。好，那这个《恶魔天空下》哦，就是他在讲这个饰演神父的杰哈德巴迪尔，他对于自己的就是修道有一些质疑啊、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发现自己有一些就是可以，就是让人就是类似起死回生啊这种法力，然后又遇到这个就是桑德琳波纳饰演的一个刚杀了他的情人的一个少女啊，所以就是在这种冲突之下，在这种道德抉择之中啊，他就是应该到底要往哪里去啊，等于算是在揭露就是人性跟宗教的黑暗面啊，所以当时就是退出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争议啊。那像魔法声音就是那个被大家名列为就是十大禁片啊、哦、因为他在里面其实就是非常直接的去在挑战那个宗教的底线啊、哦、在批判宗教的就是腐败啊堕落和黑暗这样子。他的作品其实当年就是其实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就是真的也是都是让那种电检处就是伤透脑筋啊、哦、对。那我们先把皮亚拉放一边来讲英国国家电影、嗯、就是 Peter Greenaway 也是金马的常客、哦、今年他推出了新作《十日性爱死》嘛、嗯、等于说是他是聚焦在奠定了蒙太奇理论的俄国名导爱森斯坦身上，所以是名导拍名导，所以《十日性爱死》多好看的你听这个片名就会觉得哇很好看，十日的时间很短，然后就是有性有爱又有死啊、喔、对、嗯、那就是爱森斯坦他就是对，就是像刚凯英讲的，就是是像他的波坦金战舰啊，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就是学那个蒙太奇的，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哦、喔。Peter Greenaway 他其实也是一直很崇拜爱森斯坦，对，然后他这次呢，其实在讲说爱森斯坦他就是完成了像波坦金战舰跟十月之后啊，他就是前往墨西哥的一个地方叫做瓜纳华托，然后他那边要拍摄一部他的新片叫做墨西哥万岁，对，结果在那边呢啊，对于当地的文化上面的一些冲击之外、啊、还有就是对于就是他的肉体跟心灵的冲击啊，就是他在那里遇到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子哦，结果开启了他对于同性情欲的启蒙这样子哦，对，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关于就是电影大师不为人知的一个关于就是性与爱与电影创作的一个部分啊，对，这集大成了，不得不看，对对对，也用就是也运用到许多就是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戏剧的效果、啊嗯、所以在内容跟形式上面都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那 Greenaway 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前卫然后又很反骨，就是怪咖，对，所以味道人士不要轻易尝试所以十日性爱死之外呢，今年影展还收了他哪些好作品？好，我们今年其实非常难得，就是其实是聚焦在他大概2000年之前，就是比较早期的作品哦。那从他的第一部片《绘图师的合约》，然后一直再来是那个有那个《一加二的故事》，嗯、然后《淹死老公》，听这个片名就会觉得很有趣哦。是，对，然后还有像他那个改编那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那个《魔法师的宝典》，嗯、然后还有那个《魔法圣婴》哦。那像魔法声音就是那个
被大家名列为就是十大禁片啊、喔，因为他在里面其实就是非常直接的去在挑战那个宗教的底线啊、喔，在批判宗教的就是腐败啊、堕落和黑暗这样子、嗯，而且他也是用一种非常暴力直接的方式去那个呈现那个戏剧的效果、喔，对、嗯，所以真的是味道人士真的不要看哦、喔嗯，而且就是。他的作品其实当年就是，其实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就是真的也是都是让那种电检处就是伤透脑筋啊、喔，对、嗯，因为在他的片中就是关于裸露啊，就是性与暴力，就是死亡，就是其实是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嗯、所以小佩，如果是对 Peter Greenaway 还不那么熟悉的观众，你觉得就是你建议他们能够怎么样进阶来看他的作品年表呢？可以先选哪些入门？我觉得可以先选《淹死老公》，对对对，他是就是跟他其他的作品这么重口味比起来，他算是稍微轻快一点的喜剧这样子，在讲一个讲三个同名的女子，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讨厌的老公就是淹死了，然后又要躲避那个警察的侦查，对对对。嗯，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一个开始尝试。那其实看他的作品很有趣的是，他很爱运用大量的就是比如像是符码，那像是在淹死老公里面，他就会故意把1到100的数字放在各个场景里面哦、喔，你就可以试着去寻，就是你看到后来就觉得强迫症，很想要去寻找那个到底1、2、3在哪里，究竟有没有接在一起？对对对，那就是这个是他经常在运用的一种手法，就是形式上面的符号上面的手法这样子。嗯，对。然后他也经常会把一些，因为他也是学绘画的，所以他经常也会把一些绘画的场景，就是偷偷的放进那个他的电影里面。比如说，你看他拍一些静物，你就会有一种很像在看那种古典的西洋的那种古典静物的感觉，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观看他的作品，除了在内剧情本身，你可以从他的形式上面得到非常多的不同的刺激，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小佩帮我们介绍《焦点影人》，下周我们再来聚焦今年影坛的选片，年度选片。谢谢小佩，谢谢凯莉，谢谢。